我这走了啊，上车。啊，你站好，你站好啊。上车了啊，好了，他准备走了哈，快上去，啊，走吧，上床睡觉。OK。洗脸嘞，人家热，人家热热干净。他看见我给他都吓没。看见就能跑，然后去那个啥，他要是动作小点，他的我敢跟他玩玩。那个王金泽太狠了，是吧？太狠了。就是王金，那要。信号不好，没信号了，没信号了。后来挂了吧，没信号了。行了，都上一个月了。好。以前我两个儿子都跟我婆婆吃，但是你这两年那个这个车不行，货运这个行业太惨淡了。一个人还顾不了了，你看，提前让他们改行了，不多钱。对，现在年轻人都不愿意干这个了。哎呀，像我们跑车，形形色色的事都能遇到。你像卸个货了，他们装卸工了，又给你要水喝。有时候水买不对了，他还不高兴。哎呀，他这个人要喝啤酒，那个人要喝饮料，到处都给做难题。你要是没有干过这，光这个气你也受不了。所以说，养几只猫咪，能给你带来。分散你的注意力，也没有那个烦心事。我是开着卡车捡来这几只流浪猫，然后我本人呢姓王，为啥叫这卡车猫王呢？咱不是称王称霸那个意思，我姓王。
来吃一下，来，小白，不吃啊？你不吃，我来吃。一个人时间紧，任务重，没有多余的时间去餐厅去吃饭。这个猫咪是非常有灵性的那个动物，如果它发现你那个也不说话了，到这车里边你就是睡觉或者坐那里那个不动了，它就过来主动过来蹭你，哎，感觉好像安慰你一样。嗯，开始了，啊，配合的不错，啊，咱以前也没打算去拍猫咪，就是有时候镜头里边出现它了。偶然就是有一次欧普这边卸货嘛，让它下来玩一会儿，然后它自己跑上车，让它回去上车嘛。就从那个视频火了过以后，以前没有什么流量的那个视频全部都上来了。哎，有时候为了养猫咪发视频了，也引来不少那个争议吧。有些人也说我是为了蹭流量，好多以前的那个关注我的卡友说，你是那个是开车呀还是养猫呀？说我们取关了。你这个取关不取关是你的自由是吧？所以说没事我就拍拍猫咪，省得惹得心烦是吧？以前的那个一万多粉丝估计掉差不多了。小白坐好，不要叫啊！吃完饭带你出去逛超市，出去玩啊！嗯啊！他就瞅着嘞，等着走了，不走，坐好等着啊！真听话吧，这都是这个就在这里捡的，二零年三个猫四个猫好听话。嗯，对。你开车你住在哪里啊？我住在车上。啊，你是住在车上？我看你每天走我门口，我看到我这有猫去。我住德龙大旅馆。哦，有大旅馆。怕了，来上。就是看他可怜嘛。如果不救他是他真的是那个也估计那个是撑不了那个成年猫。2020年8月28号，就是在武江北社这边，我在这边卸货，刚好路过那里看富宝在这个垃圾箱上面找那个垃圾吃，是个很小的小奶猫。
刚过了这个时间，然后到5月24号，捡福宝的地方紧隔一条河，是一个大一点的垃圾站。这个小白，你看我抱的有一只猫咪，我从那里垃圾站那里旁边过，我看到这个小猫，它直接被我跑过来了，而且是顺着我裤腿朝上爬，爬到我身上。就那么有缘分，我就拍了一个视频。我说我在线等，我就是问一下网友，我这个又跑来一只，我是收啊还是不收啊？90%以上都说要，说我行行好带了他吧。我确实坐难，车上你不知道，车上你看就那么大的空间，然后我就在这个后边半挂车上给他喂着他。我说你如果跟我有缘分，你明天你不走我就带你走，你明天如果我天亮你走了，也算是跟你洗了澡了，也算是喂饱你一顿了。到第二天这一大走我一下来，他从我坐着下边的发动机舱里面钻出来了，一叫跑我回来了。我说这咋说都不能像个孩子一样，必须带走了。这就是去年2022年，是5月19号，是在广东中山，也是在那一个货站装货的时候，看到一个就是小狸，也是皮包骨瘦的，哎呀，当时走路就是走路一路一走三斜那个样子，就快不行了，我感到我眼泪都出来了，跟现在一样。我这个人心肠是真的比较软，小时候我不说了，说那些痛快不痛快的事，因为小孩子我跟他们有同样的经历，知道吧？给这行不行？一二三，来跳，上，哎呦，走，你下来，往上，快。从养了猫咪，只要出车再也没下过车，没住过一次旅馆。那人家也不喜欢，也不让带，在车上确实是个累赘。但是我不能，这是给他们法国实验的，是绝对不会弃养他们。所以说，猫咪也懂我的心思，为啥我给他接触太多了，是把我当成是个一只大猫了，知道吗？站起来。这是网红嘛？还有一个猫没来吗？这不管。我还给他拍视拍个了，不得了了，上电视台了。来了，老熟客了是吧？咱再来个简明。这个简明。卷那个咸菜不错。老白，吃饱没有？哎，你也吃。
我说咱走了啊，上车。哦，你站好，你站好啊。上车了啊，好了，咱准备走了哈。哎，上去。啊，走吧，上床睡觉。